然后再摆啲收嘅材料。呢个系牛奶，牛油，同埋蛋黄，加埋一齐。上下咧，我哋就可以用手搓成面团。搓成一个波之后咧，我就要开始搓啦，大概搓10分钟。如果个面团黐手嘅话咧，系正常噶，因为猜下猜下咧就会冇咁黐手噶啦。如果个面团太干嘅话咧，咁就可以加翻啲牛奶。搓啊搓啊搓，搓到成一个波咁样咧，我哋就可以去发酵啦。记得要摆上保鲜纸啊，如果唔系。大概发酵个零钟，蛋蛋系咪好大呢？跟住落嚟，我会将佢分成四份。切切切切切切，将个面团切开四份，然后将佢哋搓软。记得要用张保鲜纸或者湿毛巾冚住佢啊！如果唔系，个面团会干噶。跟住落嚟，我会将个面团碌成三角形。用把间尺帮手 cut 个树形出嚟，你都可以用张纸 cut 个树形出嚟，然后再 cut。完之后咧，我就会将个圣诞树摆喺焗炉子上面，然后我就会搽上榛子酱。除咗可以搽榛子酱，仲可以搽果酱或者花生酱。我都有做过花生酱噶，你哋可以睇下我影片下面条 link。今日我是整两层的，个面粉可以最多整到四层。跟住我会画两条斜线在个圣诞树上面，然后再 cut 啲树叶出嚟。完之后咧，我就会将佢转啊转啊转，我哋要露出嗰啲榛子酱，咁就会好靓噶啦。
穿完之后呢，你就会见到圣诞树的雏形的啦。跟住落嚟，我会同个圣诞树做装饰，就是整粒星星啦。放好粒星星之后呢，个面团就要再发酵半个钟。记唔记得我哋未用个蛋白噶？我哋会沟少少牛奶，然后搽上个面包上面。预热焗炉180度焗15分钟就得噶啦，唔使一定要焗到15分钟噶，最紧要系焗到金黄色为止。撒啲糖粉落去，就好似落雪咁噶啦。呢个就系我第一次整嘅圣诞面包啦，大家中唔中意呢？喺下面俾啲意见我啦，同埋你哋都要试下整啊！最后大家。